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R TV。 在今天又有一部仙侠剧《太古神王》宣布定档了，将于8月27日迎来首播，由盛一伦、王子文领衔主演。这部剧曾在6月份传出过开播消息，不过后来延迟了，希望这份迟来的定档能如同样遭遇延播的《琉璃》一样给我们带来惊喜，不负大家的期待。太古神王除了仙侠这个热点元素外，还加入了权谋之争，希望会添加新的看点。这部剧是改编自金无痕的同名小说，讲述了九州大陆上大异国表面上是靠秦家军为支柱镇守边界，然而背后真正支持的是神秘莫测的墨家和强者如云的九华门。三皇子易天骄为篡位暗中勾结魔族，发动宫廷政变，秦家被冠以莫须有的罪名，遭遇灭门之灾。秦家养子秦问天侥幸逃出升天，为替秦家报仇，秦问天拜入武学名派九华门，并在此结识了莫倾城和洛难太子易无为。为协助太子抵御魔族重振大异国，必须要镇住妖剑，而唯一能镇住妖剑的只有手剑灵机，莫倾城其实就是手剑灵机。这也意味着镇住妖剑的同时，莫倾城将灰飞烟灭。面对家国大义和心中挚爱，秦问天将会如何抉择呢？太古神王将于8月27日首播，记得订阅我们哟。